因为我们都是自愿自发来自四面八方，其实我们虽然是来自于不同的农场，像我本人是来自日本银河系农场，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农场的战友，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消灭共产党，把共产党在全世界的走狗和帮凶他们所干的恶事能够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共产党他这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和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很多全世界被他们蓝金黄的这些走狗们，他们是成为了共产党的帮凶，他们所干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对美国的养老基金的这些掠夺，而美国人全然不知。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来到这里把这些真相能够尽可能的传递出去，大家凝聚到这里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早日的消灭共产党，通过我们把真相传递出去。虽然我们这几个人站在这里好像是非常微弱的力量，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真相一旦传开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知道了真相以后，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把这个全世界的邪恶力量，这为首的共产党以及他的走狗帮凶们把他们彻底的消灭，然后我们可以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子女，为了我们未来的后代，为了全人类每一个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的美好的未来能够做一份贡献。谢谢。